我哋嘅產品嘅主題咧就係呢個綠化堆填區適能源咁樣嘅，就係用呢個堆填區嘅能源去轉化其他做其他嘅用途咁樣。咁其實參加完呢個比賽啦，咁我就認識咗好多我哋堆填區呢方面嘅知識啦，例如沼氣啊、發電量啊呢啲太陽能板呢方面嘅嘢咯。我個人最享受就係我同隊友合作嘅製作嘅過程啦，因為我哋分工合作啦，配合得好，最完呢個模型，個成功感就好大咯。